曾国藩率领50万湘军让太平天国覆灭，帮助清王朝续命数十年。袁世凯却率领7万兵马直接推翻了清王朝，取而代之。那么，为什么一个拥有50万的精旅为何不敢造反，而一个只有7万兵马为何又敢取代大清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春秋路，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谢谢。1853年，曾国藩奉命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1864年，与兄弟曾国荃率军剿灭了太平军，从此声威大振。曾国藩已经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可以说是晚清4大名臣之首。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兄弟手中掌握了几十万强兵悍将，这些将士久经沙场，杀伐骁勇，是当时满清战队。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太平天国余部捻军作战。但曾国藩没有效仿历朝历代的强臣，发动兵变，推翻满清。朝廷削减兵马，这一举动令后人匪夷所思。其实曾国藩没有借着剿灭太平天国的虎威造反清廷，首先是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造反。表面上，曾国藩的湘军兵力有50多万，实力强。兵力并不多，曾国藩嫡系部队不过5、6万人。同时，清廷对汉人将领始终以防范严密。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廷一边希望曾国藩能够全力以赴，一边又害怕曾分化湘军内部凝聚力，防止曾国藩一人独大。而在曾国荃攻克南京后，朝廷又立刻派关文驻守武昌，丰子材驻守镇江，森格林沁屯兵皖鄂。所以，曾国藩的湘军实际上已经处于政府军的包围之中，一旦起兵造反，必定会面临数倍。要知道，在历次的朝代更迭中，造反者必须要有充足的理由，取得士大夫阶层和底层人民的支持。曾国藩组建湘军，打的是保卫朝廷、消灭太平天国的旗号。反清，曾国藩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说服他们。湘军之所以能英勇征战，而不是靠信仰凝聚的战斗力。消灭太平天国后，将士们加官进爵，光耀门楣，已经没有征战之心。再加上10余年的征战，让湘军的实力已经不如组建初期，战斗力大大下降。而曾国藩本人的军事才能也算不上优秀，这在征讨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几乎是屡战屡败。只不过他在作战过程中得到了清廷的全力支持，所以战屡败后还能屡败屡战。至于太平天国覆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权力之争和战略眼光短浅所致，与曾国藩的围剿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并不算大。当时太平天国不停留在南京建都，而是一鼓作气打到了北京。满清王朝即便不被推翻，大概率也会退守关外了。但如果是造反，那么曾国藩必将面对的是清王朝用取国之力来消灭他们，而他根本没有每战必胜的把握。当时手握重兵的大员当中，大多数还是忠于朝廷的。换句话说，曾国藩在军事上没有必胜的信心。上列强依旧承诺满清王朝为合法政府，在没有更大的利益面前，列强同样不会支持一支胜利渺茫的反叛武装。而从民心来说，江苏、浙江等地的百姓看到的是湘军在讨伐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残杀成性，四处劫掠，因此对湘军并无好感。在这些省份，曾国藩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所以曾国藩实际实力范围仅为湖南一省，单靠着湖南一省无法在经济上、兵源上支撑不了曾国藩造反清廷。同时，曾国藩堪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与他同时代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对曾国藩的人品持敬仰之情。几十年后最能影响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和蒋介石也对其赞赏。曾国藩的个人魅力之大由此可见，也正是因为曾国藩受传统教育影响之深，让他彻底没有勇气去做这种谋反自立这样的大事。总而言之，与其他朝代的造反不同的是，反满清我罹难之苦，若是曾国藩反清，只不过是把这种情况提前了数十年而已。那么问题来了，曾国藩50万劲旅不敢造反，为何袁世凯7万兵马就敢取代大清？与曾国藩不同，袁世凯时期满清王朝已是气数将尽，各地大员与朝廷离心离德，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是领导的革命运动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占据了半壁江山。所以当时局面反清已是大趋势，宣统皇帝的圣旨出了紫禁城，就如同废纸一张。重要的是，袁世凯训练的北洋新兵虽然只有7万余人，但都是袁世凯的嫡系。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就驻扎在天津，距北京不过100里之遥。袁世凯起兵造反，清廷连调遣兵马阻挡袁世凯的机会都没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真正推翻满清的人其实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从推翻满清王朝的过程来看，孙中山领导的同盟才会是反清的主力，而袁世凯只不过是一个迫使一个实际上已经失去江山的清朝皇帝退位而已，并从中摄取了最大利益，否则后世也不会把袁世凯称为窃国大盗了。如果当时裕隆太后坚决不退位，袁世凯也没有足够的胆量弑君篡位，因为袁世凯本身就是个投机分子。要知道清北在旦夕，但毕竟还有80余万的军队在手中。如果满清贵族要是与革命党和袁世凯拼个鱼死网破，袁世凯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既打败清廷余孽，也没有把握击败南方革命党。因此说，袁世凯敢于凭借手中7万兵马造反清廷是不准确的。